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Session Three, 圣言论第三讲。本书的第一部分 Part One 取向定位 Orientation 第一章为个话语。 的模式. chapter 1 the personal word model wa ka personal word ban su da yao Lundian tian shu shang ti doe renda tian hua shu jun shu da shua real speech god's speech to men is real speech神对人的讲话是真实的讲话。这点很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说话。上帝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并且能够合疑的回应。appropriate responses有许多种 相信顺服 悔改、欢笑、痛苦、哀动等等。上帝的讲话经常是命题式的 （propositional），上帝向我们传递资讯，但是它远超过这一点，它包括了在人类沟通中呢，我们所看到语言的一切的特征、功能、美妙和丰富，甚至比这些还要更多。因此。 我要回复的概念，远比我们过去四十多年来热烈争论的命题式的启示 （propositional revelation） 要来的更加的广泛。虽然命题式的启示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的论题是：就上帝的话的本质和层面而言，他上帝的话是他对我们位格性的。 沟通。God's word in all its qualities and aspects is 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Him to us。上帝的话就是他向我们亲自所做的沟通。那么，想象一下，上帝此时此刻就在对你说话，按你能够想象的最真实的情形，或许就好像夜晚站在你的床边向你讲话那样。他对你说话，如同你最好的朋友。 你的父母或者你的配偶，在你脑海中绝对不会直问他是谁，他就是上帝。在圣经中，上帝经常以这种的方式对人讲话，对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讲话，对诺亚讲，对亚伯拉罕讲，对摩西讲。即便是讲话者告诉他们做一些他们还不理解的事，因着某一种的缘故，他们。 都被全然的说服了，知道这说话的是上帝。如果上帝要我带着我的儿子上山，把他焚烧献祭，就像创世纪二十二章他向亚伯拉罕要求一样呢？我可能会认为这个不是出于上帝的，不可能是上帝，因为上帝绝不可能吩咐这样的事。然而，亚伯拉罕却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不晓得是什么缘故，亚伯兰就知道这是上帝对他讲话。他知道上帝期待他要做什么。在此，我们会质疑亚伯兰的判断，就像齐格果在他的《惧怕和战惊》（Fear and Trembling） 这本书所描写的一样。但是，如果上帝是上帝，如果上帝是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一位的话， 难道他不能使亚伯拉罕相信这讲话的真是他自己吗？难道他不能毫不含糊的在亚伯拉罕的意念中表明他自己吗？Unambiguously identify himself，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英文字 i d e n t i f y 表明自己，啊，介绍自己，启示自己。那么想象一下，上帝亲自的对你讲话。 God speaks to you personally。想象一下，当上帝亲自向你讲话的时候，他给你一些的资讯，还在吩咐你做什么事？难道你会想要跟他争辩吗？你会批评他所说的吗？你会在他的知识中找到不合一之处吗？或者挑战他命令吩咐的正确性吗？我希望你不会这样做，因为那是自找麻烦跟灾难的方式。 当上帝说话，我们的角色是信靠、顺服、欢喜、悔改、哀动，无论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的回应应当是毫不保留、来自内心的。啊，当我们明白了，而当然我们往往会误解了。当我们明白了，就不该犹豫。我们有的时候。 会找出理由去批评别人的话，但是上帝的话不该是我们批评的对象。有时候在圣经中，我们的确听到上帝与他对话者之间有所谓的辩论（引号辩论）。亚伯拉罕为在索多玛的侄子罗德的性命祈求，《创世纪二十》《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 摩西祈求上帝不要毁灭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二到二十三节。但是在这些的对话中，没有人应该直问上帝说出的就是真理。上帝做他喜悦之事的权利，或者上帝选择的公益性，就是说这三方面，没有人应该直问的。没有人应该直问上帝所说的就是真理。没人。 应该质问上帝做他喜悦的事，他有这个权利。没有人应该质问上帝所抉择的是公义的。其实亚伯拉罕辩论的根本的前提就是，审判权利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所以这个的提问的回答必须是肯定的。亚伯拉罕与上帝的辩论是一个祷告。 求上帝在他宣布即将要来的审判里法外开恩。亚伯拉罕在这个祷告中持之以恒，就像每一个信徒都该做的那样。但是他没有质问上帝对他讲的话的真理，《罗马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或者上帝计划的公益性。注脚二。 上帝会不会改变他的主意呢？参考啊，普兰姆他自己的神论原著的五百五十九到五百七十二页，还有该书的一百五十页。有时候圣经会有信徒认为神有错啊，确有其事，就像约伯这样，约伯记四十章二节。但是那个是罪，这样的人需要悔改的。 约伯记四十章三到五节，约伯记四十二章一到第六节，我们读一读约伯记四十二章一到六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上帝亲自讲话，在圣经中并非少见。God's personal speech，他亲自的讲话在圣经中并非少见。事实上，这是推动圣经叙述前进的主要的驱动器。 在圣经故事中，焦点事实总是神的话。上帝在伊甸园中对亚当和夏娃讲话，从而定义了他们基本的使命。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所有人类的历史就是我们人类对上帝话的回应。上帝再度向亚当讲话，禁止他吃禁国，创世纪二章十七节。 那个话语在第一对夫妻面前成为一个焦点的议题的 issue。如果他们顺服，上帝就继续的祝福；如果他们背叛，他将被咒诅。叙事中，这对夫妻是否知道这正是上帝对他们的讲话呢？这个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的，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不明白上帝在说什么。上帝已经给了他们。 亲自所说的话语就是位格性的话，事实就是这么简单，pure and simple。他们的责任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我们说上帝的话是权威性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我前面罗列了许多的功能里面，上帝话语的权威有广泛的含义的。 当上帝传递资讯的时候，我们就有责任去相信；当他告诉我们做什么时候，我们就有责任去顺服；当他告诉我们一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有义务将我们自己放在这个叙述中，默想它的含义；当他表达情感的时候，我们就义务去体会、appreciate 和报道。当他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义务去信靠。 Rang woman ba the authority of the word, ding yi wei, ta the Let's define the authority of language as its capacity to create an obligation in the hearer. Authority of language, yu 就是他的能力在听者中产生义务，create an obligation in the hearer。因此，一个绝对的权威所讲的话，就产生绝对的义务和责任。责任和义务啊，uh, 不是语言的唯一的内容。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 不过，它是语言的权威的结果。Obligation is not the only content of language, but it is a result of authority of language。啊、uh,，义务我们要做出啊啊回应，我们有责任，不是语言的唯一的内容，但是它是语言的权威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知，亚当和夏娃悖逆而不顺服。 众多的问题从此产生了。这些上帝曾经宣告是美好的人，呃，正如其余的受造界一样，《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怎么会背逆他的话呢？叙事并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另一个问题是，他们怎么会想要背逆上帝呢？他们知道他是上帝。 他们也明白他话语的权威和他祝福和咒诅的能力。为什么他们要做出这么的下策的回应呢？他们知道这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咒诅啊。由于那个以蛇形式出现的魔鬼撒旦，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有一点复杂。嗯，撒旦啊。 竟然敢对上帝的话进行干预和敌对，反驳上帝的话。但是，为什么亚当和夏娃会给魔鬼任何一点点的信任呢？我认为最意味深长的答案就在于，亚当和夏娃想要成为自己的上帝。The most profound answer is. That Adam and Eve wanted to be their own gods。这个上帝是小草的。亚当、夏娃想要做自己的主宰、自己的神，不仅仅是冲动、自大，而且是非理性的。他们将上帝的话的真理交换了谎言。参考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因此，他们把上帝的咒诅带到自己的身上。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 显然，他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的。上帝的圣言是清晰和真实的，他们应该顺服他。They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他们应该知道的。The word of God was clear and true。神的话是清晰的，是真实的。这个 “word of God” 是小草的，上帝所讲的话是清楚的、真实的。They should have obeyed. 他们应该顺服了他。诺亚也听到了上帝亲自讲的话，告诉他建造方舟。跟亚当不同，他诺亚顺服了上帝。他或许会像他的邻居，或者像亚当那样，以为上帝不该有这样的权利做这种的事。为何要在沙漠中建造这艘巨大的船？ 但是挪亚顺服了上帝，而且上帝也证实了他的信心。那证实这个字英文是 “vindicate”，“vindicate”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深渊、称义、平反。就上帝也宣告他的信心是义的。v i n d i c a t e 这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基甸和大卫的事迹十分的类似。 这些和其他的叙事都是以上帝亲自的讲话开始，经常说一些难以置信的话，或者吩咐做一些难以做到的事。叙事的进程取决于人物的回应是信还是不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总结了那些啊信、中信的人，不论是在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 信心总是听上帝的话，并按其行事。这就是圣经的故事。上帝亲自对人的讲话，以及人以合一或者不合一的方式回应。圣经清楚的表明，基督徒人生的本质就是。 有上帝的话，并遵行他。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到，这人就是爱我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能够知道有关上帝的一切，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已经透过他亲自讲的话 （personal speech） 告诉了我们。我们对上帝一切的本分，都来源于他的命令。 透过基督恩典而来一切的救恩的应许，都是上帝从他自己口中而出的应许。难道还有其他可能的来源吗？这救恩信息与我们那些推崇自身价值的自我感受是那么的直接的抵触，又与我们那些啊尝试去得到上帝恩宠的自我想法是那么的大相径庭。当然。 人们今天仍然会问这样的问题：的，我们是从哪儿得到上帝亲自讲的话呢？Personal words，因为他通常不再用他和亚伯拉罕当年讲话的方式跟我们讲话啊。跨弧，这属于正点 c a n o n 这类的问题。跨弧结束。还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的话呢？ 毕竟我们与他起初给予的文化情形，啊，相距遥远哦。跨湖，这属于释经学一类的问题，hermeneutics。Herm ics, 跨湖结束，我会在后面合一的时候处理这类的问题的。但是我们的答案绝不能是，啊，上帝没有向我们提供他亲亲自所说的话。 啊，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做的答案。The answer cannot be that God's personal words are unavailable to us，啊、uh,，r unintelligible to us，或者是让我们无法理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答案。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说法呢，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了与圣经中福音的接触点。上帝亲自说话，personal words。 与人类的沟通理念充满了整本圣经，因此他对圣经每一个教义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上帝真的没有亲自向我们说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相信诸如靠着恩典得救、审判、基督救赎等教义的任何的基础，甚至根本没有办法相信在圣经中的启示这位的上帝。的确。 若上帝没有亲自向我们说话，那么基督教中重要的一切的事，只不过是人为的猜测和奇想而已。然而，对任何一个研究过近代神学历史的人而言，显然易见的事就是，主流的自由派 （liberalism） 和新正统派 （new orthodoxy） 的传统呢，实际上否认。 出现过这样的位格性的话，啊、uh,，liberal and new orthodox traditions denied that such personal words have occurred，甚至否认这种的事能够发生。Even that they can occur，其他人就会说，虽然上帝位格性的话，personal word 曾经在过去出现过。 但是如今，他不再是有卫革性的话语了，啊，因为在世经学啊，hermeneutics 和正点 canon 方面的难题。如果这些神学是真的话，我们全都是落了。If those theologies are true, all is lost。我们就完蛋了。本书就是。 要为基于圣经的上帝的沟通的“为个”一横话语，person，personal，word 这个模式做出诠释和辩护。因此，它与许多有关启示和圣经的神学著作十分的不同。显然，本书将与自由派和新正统立场不同，但是我却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分析他们。 本书也与最近不少保守派作者的许多书籍不一样。这些书籍的目的在于展示我们能够从这些圣经批判的学者能够学到什么。圣经无误的观念需要怎么样的重新的定义、限定或限制和取缔。注脚三啊，譬如说啊，弗兰姆说，我也回应过这类的论点，请看我对 Anti Right Peter Enns。 Andrew McGowan 这些书的书评啊，我这里顺便啊、呃、带出一点，就是呢，我也曾经呢啊、呃、录音过啊、呃、一个关于 Peter Enns，就是威敏斯特啊、呃、请他离开的那位的叫做恩斯的这种的啊、呃、非常啊、呃、荒唐的神学。那不过他对威敏斯神学影响是很大的啊、呃。这一份的录音的呃的名字是《当代圣经学危机》。 在新加坡恩约教会的网站上可以听得到《当代圣经学危机》。好，我再重复一下弗兰姆说的，他说本书也与最近不少保守派的作者许多书书籍不一样。这些的书的目的在于展示我们能够从圣经批判学者学到什么，圣经无误的概念要怎么样重新定义，把它限制或者啊把它取消。 我不怀疑我们能够从圣经批判学者们学到一些东西，不过这不是在此地的负担。就圣经无误而言，我认为从它在字典中的定义和依据原本使用者的目的来理解圣经无误，这是完全一个好主意。但是，这不过是一个更大画面的一个要素和一个层面。 圣经无误这个俗语，比我们在高举圣经权威方面需要说的少了很多。我要论证的就是，圣经加上啊、呃，所有上帝向我们传递的其他启示呢，他们被尊崇的程度都不该亚于上帝亲自所讲的话或者上帝未更新的话语。我要表明这个论点，我不认为有必要采纳今天通常在神学界的。 做法先从教育的历史背景和当代的各种的观点入手，然后在余下少少的篇幅里选择可行的观点。我在本书三到七章总结了我对自由派立场的看法，我也希望在本书以后的增订版和其他的写作中能够有时间与这些立场有更多的互动。但是，虽然我们能够从教育历史和当代神学家那里有所学习。 对我们的问题最终的答案，必须要来自上帝的话本身。而且，我不认为你需要绞尽脑汁才能得到答案。你不需要试出深奥的、复杂的解禁过程。你需要的只是寻找最显著的部分，跟随他们的引导，而不是一个栽到启蒙运动的怀疑主义里面去。本书将试图阐述这些最显著的教导，和探索它他们所带来一些的含义。 本书和其他啊有关启示论和圣经论的书，主要的分别啊压倒一切的就是毫不松懈的，自始至终的与圣经对他自己的看法一致。在这方面，我不但啊早已要,要维护圣经对圣经的看法，而且要按照圣经自己的世界观、他自身的知识论、他自身的价值论这个这条路来维护圣经。 我承认在这里存在着循环论证的问题。我是用圣经来辩护圣经，然而在寻求辩护真理的一个终极标准的时候，这类的循环论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此时的辩护自身必须要有义务对那个终极的标准要负责。当然，我会毫不犹豫的使用圣经以外的考量来支持这个论证，如果这些的考量是合符圣经本身的知识论的话。然而归根究底。 我信靠圣灵带给本书读者们的劝导和说服，我们将会看到上帝向人所传达的，从头到尾是超自然的。